大家好，我是小小太空人。在这美好新年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新年到，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必须要说祝福语，这是一直以来的传统文化。新年祝福语是在新春佳节时对自己的亲朋好友给予美好的祝福，是希望在新的一年中能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发生。但由于今年为了避免让新冠疫情恶化，大家没必要就不要去串门拜年了。也许大家可以像以下的小朋友们，把它录制成视频来向大家拜年。大家好，我是林，岁月如梭，时光瞬间飞去，与新的一年即将映入眼帘的是男女老少都喜爱的春节之一农历新年。病毒已缠绕我们将近一年，所谓新的一年新的气息，愿病毒有朝无论能消失，使大家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，过个好年。在此我恭祝大家在吉大利，年年有余，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恭喜发财，红包快快来，祝福考学人笑口常开，年年考第一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幸福美满，恭祝大家大吉大利，年年有余，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新的一年就来到，新冠肺炎快快跑，大家开心没烦恼，好运跟着你来跑，祝福同学们笑口常开，年年考第一，恭喜你好运来到，祝你牛年大吉，恭喜你好运来到，祝你牛年大吉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幸福美满，新的一年就来到，新冠肺炎快快跑，大家开心不烦恼，好运跟着你来跑。我的名字叫做凯拉恩，我祝大家万事如意，幸福美满，恭喜发财，红包快快来，恭祝大家大吉大利，年年有余，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恭喜恭喜，祝大家恭喜发财，学业进步，